我看懂了啦，啊，走这里啦，啊，去！忘记了，我忘记了是倒过来的。补血万岁！真的来了、欸。我靠嘞、欸！说来就来呢哦，很潇洒呢。我的祖先的文字里藏着某种东西，经过几天的研究，我已经能够理解在我眼前出现的一些东西。虽然我仍然看不见他们，哀歌契约，这不可能是真的，实在太疯狂了。我必须确保我所读到的只不过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反应。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呢？那我就可以恢复我家族的荣耀，或者创立我自己的遗产，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明天我就会收拾好行囊，然后去重新追随祖先的脚步。我得亲眼看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那些是真的，还是我也会像他一样陷入疯狂。蝴蝶和蝙蝠的产物，哎，属于播这种胎歌，稍小啦，胎歌嘞，我哪里胎歌了？我那么正常，对，我很正常，我哪有胎歌？拜托，请几个能打的好不好？一个能打都没有。看看，太弱了，太弱了，那怪物都会开始出现的。这边都没有什么东西，所以那些牙齿到底是干嘛的？有点好奇。云花，哇塞嘞，这什么？我靠，那舌头好长哦，很会玩欸，这些人他们很会玩欸，一群懂玩的孩子哦。棺材是空的，上面刻着一个名字，马格达斯坦洛。马格达斯坦洛吗？哦吼，在格雷厄姆神父的帮助下，我搬开了沉重的大理石板，把棺材搬到了我的房间。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它。我亲爱的马格达，我不忍心看到这个样子的你。格雷厄姆神父整理了浴缸中的遗体，并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所以就去了花园散步。当我散步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个黑影，怀里还抱着什么东西，那会是谁呢？我必须得去休息了，我不能失败。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很快我们就能重新在一起了。爱德蒙斯坦洛，爱德蒙斯坦洛跟斯坦洛爵士是同一个人吗？格雷厄姆神父在寻找潜在候选人的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质疑他的好意，加上他大方的挥洒手中的金币，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的听候他的差遣。大多数候选人都被筛掉了，但我对那个女孩能抱有希望。如果有必要，我会让她冒充我的女儿。我必须十分谨慎，确保她没有和别人保持亲密关系。她说的这个是玛丽吧？当时机到了，容器就会被清空。爱德蒙，容器吗？这边玛丽是容器，谁的容器？小止痛药，刺鼻的味道。是今天才真的聊这个人喂，我想跟怪物哪个？没有哦，我想跟怪物干嘛？不是你们讲的好像我想对怪物干嘛一样呢？或者说我要打架，我渴望一场战斗。啊，菜，厄运面具找到你了，这边还有怪物，在哪里？出海。怪物呢？
没有啊，欸，奇怪，为什么他反应就像是有怪物一样？那是格鲁山的屋顶，雨一直没有停。痛苦过后总会有回报，艾德蒙，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让我们回去教堂吧，他会在那里迎接我们的。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想让我和你回教堂去祈祷吗？你那蠢到不行的祈祷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已经违反协议中的规定了。我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准备，我会找出真相并找到解决办法的，不管有没有你的帮助。你不明白，艾德蒙，他是我们新的信仰啊！你必须接受他，然后才会得到救赎。救赎？我就是我自己的救赎。离我远点，我不想再见到你。这是两个人的吵架。维克多，艾德蒙，你得帮我找艾丽莎，她现在可能有危险。艾丽莎，你见到她了吗？我跟她的脚步一直找到了图书馆，我怕她现在有危险。我知道我接下来和你说的有点难以接受，但不要继续找她了，维克多。你为什么想让我不要再继续找她？她现在有危险呢，啊，她在这鬼地方迷了路，而你却和我说不要去找她了。鬼地方？不，这不是什么鬼地方，只是环境变了而已。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会修好这一切的，相信我啊！我想起来，艾德蒙是那五个人的名单中排名第一个那一个。相信你，你疯了吗？我要去找我妻子。如果你不打算帮我，那你就别挡我的路。那你去啊，继续徒劳无功的寻找吧。我会让这一切恢复原状。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维克多。看一下。看到他就好想砍了，看到他的脸就忍不住想教训他，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奇怪的习惯。哦，哎，不行，等一下，我觉得现在面对他们，我似乎不再抱有的非常强大的胜算。他说他让一切恢复原状，这里没有变。很有趣的说法，这里没有变，只是变了样。因为他说的应该不是说这里没有变，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边还是一样的地方，只是却变了样而已。变了样吗？这样吧才敢叫他，不是教训人，他是矫正人，虽然他没有矫正的能力。这要输入密码，输入小密码啊，3312。哎，火枪枪杆，哈哈。为什么我知道3312呢？因为那个右边那个图跟我在另外一间看到的那个图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真是个天才，耶！亏爆！啊啊！找到你啦！末日之战单机游戏是末日之战是什么啊？这里应该是用来看星星的。好，墨水。观星台吗？没免费的，可是那个是用那个叫什么？在干嘛？那个可是要用那个个资来换的呢。是在干嘛？一个像 L 的东西，不是，他写的很清楚，我看得很模糊欸。我怎么不想预感？我得小心一点。哦哦，我懂了。哦 ，I know。哎呀 ，so this day， 我要看一下哦，这一个啦，哎，我看懂了啦，他走这里啦。啊 ，shit！ 我忘记了，我忘记是倒过来的。那这上面的土，
它要对应它地板上的，像第一个这一个它是，然后这一边的话则是我看看，我要回来还要再搞吧。最后一个，应该是这边没问题，这边然后这里好，然后下一个是这边没问题。走过来这里哈，然后再来是 Y 的话，哎呦靠腰啊，我的手机啊Y 的话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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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难倒我。最后一个，那的 Y。哇，等一下，麻烦了，这个 Y 我怎么过去啊？这边可以走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吓死我！我想说靠腰嘞啊，那边怎么过？如果再被吃掉的话，我就把它剁了。哈哈哈！手机好像没有了，它只掉了。你应该多点福利是不是？欸，我到现在还没有被怪物杀掉，我都死在那个呢。又是一尊雕像，和图书馆那个一样，我都死在这些激励人心的陷阱上。我祖父相信这世上没有唯一的真神，他说在星星后面，在黑暗中住着古老的被遗忘的神灵们，每个人都认为他疯了，但疯狂的基因已经深深的埋藏在斯坦诺家族内部了。我一直相信的神是那唯一的真神吗？不好说啊。轻轻松松，我随便走走的。玛丽，你在这做什么？我得赶紧逃，他找到我了。他是谁？我不能和你说，他正在听着我们说话呢。你知道吗？我真希望有人能像你在乎艾丽莎一样在乎我。玛丽，我希望我能帮上你的忙，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帮到你。我担心你会遇上一些事情。别紧张，没关系的，我很快就会回来。拜托，一定要注意安全。他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玛丽有双重人格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已经明显到一个靠腰了耶。是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双重人格的概念，还是他单纯智商低啊？以前的人没有双重人格的概念吗？算，我觉得他的话应该纯粹他低呢。对不起。我觉得他纯粹只是他低能而已，因为很明显他们不一样啊。很明显，这个玛丽跟刚刚后面出现的玛丽，不管是态度，哦，我的头又是这样。不管是态度啊，还是给人的感觉，通通不一样。我现在需要止痛药，再一下我就死掉了，再一下我就死掉了。不行不行不行，我需要止痛药帮助。这应该有，哎，奇怪，硬币，我以为是牙齿。他们在指引我们，我不要去。抱歉，类似脑袋卡住，暂时发展。哦，你是说双重人格这个东西吗？是哦，所以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较多，看到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有办法反应过来。但他们不了解就对了。好吧，那我就无视他的愚蠢好了。哇！好恶心哦，这家伙！在喷什么啊？哦！
What the fuck was that? 我、哦、不用跟他们打，吓死我！这是一个教堂吗？我感觉好熟悉，就好像我在那里待了很久。他们全部依稀记得这一刻。这个书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越看越猛汤哎？我一直觉得他把那个书放在那个台上，那个形状真的是看起来有够糟糕的。对不起，我下流，好不好？我想歪了，我承认我想歪了。他们是在这边做什么仪式？是不是？有没有导致说法不同？我也不愿意就这样做是最好。喂，那我只好继续维持啊。又有敌人了是不是？啊，哈哈哈，来啊！谁又在哭哭了啦？快点出来！我看到我手中的小斧斧。哦，我告诉你哦，这个玩意打下去哈，你不一定会死啊。我铁定吓得半死啊！要不要赌看看？哦呦，干！干啥？为什么？我回到屋顶了，我看到的是回忆嘛。艾丽莎，我必须找到她，然后赶紧离开这里。回你，回你大爷！这玩意儿真的长超像，对不起，我下流。那这个我要给什么？都没有敌人。我脑海里的弦域，它变得越来越大啦！它想让我去演奏这旋律，但我不敢，我不敢。对，它是对的，我应该演奏出来，让所有人都听听。这一切都是他妈逼的。简直太美妙了，你一听就明白。What the fuck？ 简直完美的旋律。没错，他妈逼的，这一切都是他妈妈逼我的。他速度太快了啦。就硬打把你打死，我告诉你！靠，玩我，玩我，随便跟你打打的，真以为我打不过你？我靠！哦，对对对对，我们到时候回去要走一大串了。是什么？这是月亮哎。少了上面的头，然后上面写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无头月亮。首先，果不其然，这边还藏着一个东西。我就觉得这边很可疑，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基本哦，你是说那个门哦？因为我知道，我想说这边先来看看这边有没有可以来的路。哎呦，现在这边相通了，哦，接下来不用走那一串串了。又是玛丽，还是该称呼她为谁呢？玛丽，你在这做什么？我来跟着你来的，我不想自己一个人，我很害怕。哦，她是真的玛丽，你不应该跟着我来的，这里很危险，而且可能有人在担心你。没有人在乎我，我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知道我碰到过艾丽莎吗？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跑出来，然后我们在花园里见到了。她对我很好，她还很关心我。你见过艾丽莎？我们常在公园里一起散步。然而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在等她，但她却始终没有出现。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在房间里哭，然后你把我的洋娃娃给了我。你最好留在这里，别再跟着我了，注意安全。